你这些品牌，你不能就这么全部罗列出来啊！你得做个表格，把它的优劣势都标出来，这样一目了然，不然怎么选择客户？好，好姐，那我现在就改一下。去吧。你有什么不知道的，你问一下小西啊，让他帮你过一下。啊？姐，小西姐，不是。啊，行，知道了，去改吧。 没事吧？没事啊，真没事啊。吃什么药呢？ 怀孕了，恭喜啊！谢谢。有事儿？有事儿。这不是一直想找你聊聊，咱们俩也没碰上。好呀，聊。 说呗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？是有意见。我不太喜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。 你进公司以来，我一直觉得我俩相处的挺舒服的，啊，当然了，来公司嘛是来上班的，不是来交朋友的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也希望，如果你对我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当面说出来，而不是去打小报告。我打什么小报告呀？我跟谁打小报告呀？什么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？你在说什么？哈，不是你跟那个刘总说的。
导演，先整好了，别拍了。好，来，开机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孩子真不错啊，是吧？必须的，我的人儿。咔，过，下一场。回到调一下啊！对，编程老师那边说明天先请假，但明天的场景……哎，是这样的啊，明天那个孩子学校有个亲子活动，我跟他都得去一趟，这个剧组得支持一下吧？支持是得支持，但明天的场景现在没办法协调。没事，我跟美术商量一下。好嘞，导演。谢谢啊，陈导。啊，哎，没关系，我刚才看了，能调开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说谢谢你给我一个完整的家。幸福就好。幸福就好。来来来来来，别感冒，喝点这冲剂预防一下。你可别闹了，我都快热死了。哎，那让助理拿着，什么时候想喝回去喝，你可不能生病啊，我的女主角。来，看着点，路上滑，看着点，看着点，小心。慢点，慢点。淘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？这大热天的，我一想给你们带点吃的，补充点能量。哎，不认识吧？哎，介绍一下啊。哎，这是我老板周总，这是著名导演程良，程大导演，幸会幸会。没什么作品，太谦虚了。您那毕业作品我都看过，真假？特别棒，特别棒。拿个座，坐这儿吧。谢谢谢谢。哎呦，淘淘啊，一直跟我说说您这片儿啊拍得特别棒，主要还是演员演得好。哎，这话不能这么说呀，这演员固然是好，但是这一个电影啊，它的灵魂啊是导演。哎，导演，咱这片儿是不是将来还得去国外参奖啊？暂时还没这个计划呢。哎呦，这您必须得计划呀！去年我那一短片啊，就在戛纳拿了金棕榈最佳影片，我是总制片人，啊，来，你看，总制片人周浩，我。哎，那个还行还行，我去补个妆啊，你别忽悠得太过分了，我同学，我亲同学。哎呦，我这说的都是事实啊，导演，我跟您说，咱将来必须再合作。您还有什么喜欢题材？您告诉我。回放一下，上演。好，好嘞，好。来，上演条回放一下，上演条回放一下啊，那个高速回放啊，机身回放啊，高速回放。喂，江雪，小丁跟你在一起吗？嗯，在呢。不是你接走孩子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和小迪在拍照呢，发个定位给你，你过来吧。好。耶，会怎么样？请你看吧。这组我们已经拍完了，我们去下一个场景去拍全家福。嗯，好。耶，拍全家福喽！什么意思啊？来都来了，就拍一张吧。爸爸，一起拍嘛，求你了，来嘛。走吧，小迪，拍全家福去。走。去拍。走走走。爸爸能不能离妈妈再近一些？近。好。近。
这些都是小迪的单人照片，我洗了两份给你，给他好好保管，留个纪念啊。这张照片我带走，公司本来给了我一个选择，让我去苏州分公司当 CEO， 我想为了小迪留下来，但是算了，不说了，就这样吧，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。我知道这些年对你们的亏欠，我也知道我们离婚这么久了，你已经有了新的生活，我没理由再插手了。但是我还是希望小丁能记得，曾经我们是一家人。我也不希望小迪因为有了别的女人，就忘了我这个妈妈。你想多了，你永远都是小迪的妈妈，真的。我其实知道，安心，他挺不错的，对小迪也还行，但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嘱咐你们的话。下周末我就走了，这两天让小迪跟我住吧。可以哈，嗯，可以可以，下一场吧。嗯，好嘞好嘞。程导，来咱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看看你们呀，来来来来，喝咖啡喝咖啡。大米老师辛苦了啊。哎呦，嫂子又漂亮了。薇姐，哎，来看我姐夫来了。行，马总，不是做大生意跑现场来干什么？没办法，我这不是真爱吗？不跟你们说了啊，我去看我们家大明星了。去吧去吧，走。好。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顺利啊。演员演得好，各部门也好，老侯给他创作空间也挺大的。那挺好的呀。你坐。贝贝，好，啊，辛苦了。辛苦啥呀？等半天一个镜头没给我拍。在王总，在王总。女二号嘛，戏少，但是不累，挺好的。你可以啊。哎呀，还什么还什么？你俩乐什么呢？导演，嫂子难得来了，咱一块拍大合影吧。你别啊，先拍戏，别浪费时间啊。哎，导演，那个这天光可能差了点，咱得稍等一会儿。是，这天气确实。哎呀，就是呀，老天爷都让咱们歇一会儿，拍照去。好，拍照。哎，走了，快走了，姑娘来这边拍大合影啊，导演。看镜头，笑得自然一点啊！哎，大家听我指挥啊，一起喊茄子啊！三二一，茄子！这喊的什么呀？那茄子字数有点多吧？哎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！三二一，姚薇怀孕了！真的假的？嗯，来了。中寻找方向，多少次跌倒之后再站起来面对，再勇敢去闯。
少次跌跌撞撞才学会坚强，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方向，多少次跌倒之后再站起来面对，再勇敢去闯，微微他很渺小却从不疲倦，微微就是我们啊。今天好舒服啊。是啊，你今天江宏凯啊来找你办吗？我们不是来约会的吗？哎，你要不想说就算了。蒋雪今天呢也来找我们。什么意思啊？开始互相伤害了？没有，他就是过来跟我说他要去苏州那边工作，而且是长期的工作。他一直觉得这么多年没有陪在孩子身边，心里面一直愧疚，一直想要找个机会好好的补偿补偿，所以他就想在走之前呢想了想，你可以跟他多待一会儿。这两天我也想了很多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，对吧？过去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，但是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把以后的路走好，以后的路还有很长很长。是啊。那江宏凯今天，他是还我钱来的，好啦。我猜到了。猜到了还问？没有，我就是想看看他有没有让我失望。怎么样？现在满意了呀？嗯。但是我现在瞬间感觉压力很大呀。什么压力啊？嗯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找一个这么有钱的女朋友。我觉得我们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先签一个婚前的协议，你的钱永远都是你的，我挣的钱呢也永远都是你的。我觉得这样才会凸显一下我的男子气概吧。我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的呀？其实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，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，所以我不想等王鑫，我想跟你组成新的家庭。我也希望我们两个都是以永远为前提。我知道你很喜欢孩子，你从前有你的遗憾，但是我不希望你的人生有任何的遗憾。安心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也希望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把未来的路走好。可以吗？
儿。哎呦，这以后要是过了十点，你就甭等我了，就该睡就睡你了。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今儿不过节吗？调度费高，我寻思能多赚点就是点儿，是吧？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今儿这一晚上，够呛。吃饭了吗？哪有功夫吃饭啊？都过劲儿了。哎，吃点柿子。我给你下碗面吧。吃点柿子行，不用了。媳妇，今儿跟你说，我这几天忒精彩了。晚高峰的时候给我派了单，给我派江城区去，那啥地方啊，都快出静海了。但我一看这调度费高啊，这咱得干啊，立马把大哥送江城区去了。我到时候一看，那地儿简直了，隔了好几公里啥也没有，荒郊野岭的凭空生出一小区。我要不是一路上跟大哥聊天，我胆儿都不够用了。而且我发现啊，江城区很多人啊在市中心上班，早出晚归都拼车，挺不容易的。我寻思这么老远，那车不能空车回来呀，我就开始发回来的单。结果这逆着来不好使，没人。我好不容易接一单，人家去龙城区，哎，我又给人送龙城区去了。合着我这一天东南西北四个城区跑了一遍，真挺累的，腰都直不起来。这柿子怎么越吃越饿啊？开胃。媳妇儿，咱有香肠，我记着，香肠哪去了？媳妇儿，找不着了。媳妇儿，肠呢？媳妇儿，肠呢？老公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想大宝了？没事儿。别哭。再回老家吧。媳妇儿，咱俩在哪儿？那不就是家吗？啊！拿齐了吗？都齐了。
走吧，媳妇儿。走吧。我曾想象过离开这座城市的画面，也许泪流满面，也许歇斯底里，却没想到此刻的心情竟是如此的平静。虽然这里曾让我彷徨无助，甚至在离开的时候，除了这辆车和那些记录着我们日子的生活用品，这个城市没有给我们留下其他的印记，但我仍然庆幸我来过这里，留下了我的青春、爱情、成长。这座城市永远有着它独特的魅力，让我们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。现在我要走了，去过另一种生活，我要对你说再见了，静海。再见了，静海。再见，静海。再见，静海。倘若心怀所想，心切不负以往，多余的感情应该往哪里放？相逢太短暂，匆匆忙忙的赶赴下一场，可泪滴落满地，都是谁的伤？今天叫你们来呢，是想跟你们说一下公司未来对二位的一个职位的规划。你们也知道，公司最近的人事变动有点大，很多事情都是迫不得已。我很快会调岗，所以公司决定给二位一轮新一季度的绩效考核。谁的绩效高，谁就升任雨果商务部总经理的职位。鲍总，这个我可能真不行。毕竟有人之前不还对我挺有微词的吗？当然了，他说的也没错。你看我这要备孕要生孩子的，这总经理的职务我可能还真胜任不了。刘总，我觉得我也不太适合这个职位。之前呢，因为我个人感情的原因影响到了工作这件事情，不是也有人对我有过意见吗？我想我很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好的为公司效力了。刘总，不管之前如何，我们都不容易。不过本来我也想找您好好聊聊的。我个人对于我的未来有了一些新的人生规划，所以现在正式向您提出离职申请。这么突然？你真要自己创业啊？我也是刚刚才决定的，本来就想今天跟你讲的。之前呢，江宏凯借我的钱已经连本带利的都还给我了。做商务这么多年，也积累了一定的人脉资源。现在我呢，是有了资源，也有了一定的积蓄。再加上到了这个年纪了，我就想着试试，自己闯闯。谈恋爱都比以前变霸气了。哎，你呢？有没有兴趣一起出来试试？你要创业找我？怎么想？这有点突然，我再想想。是顾虑我们两个联手的实力呢，还是舍不得大公司的待遇？那我怎么说你聪明呢？我这都要升级当妈了，不得考虑考虑奶粉钱呀、啊。
我都替你考虑好了，薪资奖金跟现在一样，好吗？外加20%的干股，年底有分红。有点心动啊，这个。职务呢？总经理。雨果来了6-7年了，也是从外面的小办公桌干起的，干到现在。说挤过早高峰的地铁，也因为加班见过凌晨3-4点的太阳，然后正因为谈业务喝了多少顿大酒，说实话真的抱怨过，也想过放弃，撑到现在真不是为了赚钱，也是因为热爱，想碰碰自己的天花板。雨果的团队带了一波又一波，公司的新流程也是适应了一遍又一遍，嗨，这突然说要走吧。明白，你对雨果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。嗯，那新公司名字想好没啊？总得有个"V"字吧？全是"V"字都行。那不合适，新维就听着像杂志名啊。安维，不好不好不好。行了呀，名字可以后起的，你人得来。那光我一人来可不行啊。阿姨，你跑个错啊，怪我这儿。来来来，保护你，我来看看。我躲他技能，妈，往红圈外边跑。死了。谁呀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打灯吗？我给你们回去。哟，干嘛呢？这是开网吧呢。你们俩怎么来了？姐姐好，来儿子，你替我。您好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有点事儿吧？哎呦，真是啊！跟我吧，喝点什么？不喝了，快坐下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俩从雨果出来了。那样的公司早该出来，不可惜。那接下来什么打算呢？哎，我们想自主创业，开一个商务公司。但是现在的情况是，两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，希望你来加盟。你的能力、资源、人脉是不能浪费掉。创业，我就不掺和了吧。别呀，我现在已经彻底放下了，因为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活得自我自在，享受生活，让我觉得很舒服。放技能，放技能，放技能。麦克，行吗？麦克，啊，来。哎，大哥，你打话本别挂机啊！闭嘴。怎么了？两位姐姐呢？要自主创业开公司。我想你也加入吧。我。我加入他俩，怎么了？我害怕他吧，太吓人了。俩姐姐在我放心，而且你不是让我重新开始生活吗？我也同意了，我正在学习和享受。那要是我不上班，谁养我呢？你现在正是年轻，正是需要好好奋斗的时候，不要虚度青春。好不好？我跟着他俩，我没问题啊，我肯定行啊，我这能力摆在这儿呢，是吧？
小城市蛮好的哎。嗯。两位姐姐，这里这里，两位姐姐，小七，小西装穿着挺好呀。可以呀、啊，甲方亲自来接扇，面子够大的啊。两位姐姐来我地盘，我必须全程作陪。这边请，给我吧。哎呀。不要不要，可以了。啊，你这车可以呀、啊，比你那车还高一档次啊。那是那是刘总王总的车呀。嗨，反正这车我开就是有点大，就是。刘总王总现在手底下不少人了吧？你小猫两三只，也就六七十位吧。哦，怪不得呢，我这三番五次的请刘总回静海，就是不肯啊。弄了半天哦，不是我诚意不够啊，是这里发展的太快。刘总，姐，你就别笑话我了，我也是尽我所能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嘛。可以啊，格局大了。哎，姐，这做生意啊，格局随时变化啊。哎呀，真好真好，嗯。看到他们发展成这样，真高兴。姐，我现在也在想，之前就是我太执着，太想留在静海了。结果一回来才发现，咱们国家发展的是真快啊！像我们这种三线小城市，政策也好，政府支持也多，生活节奏也没那么紧张。还有现在的王伟，下午四点就钓鱼去了，像老人孩子都在身边，亲人朋友都多，回来是真挺好的，也真的适合我。哎呀，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。哎，那确实是哈、啊。哎，你玩什么钓法？台钓还是路亚？哎呦，姐，你还知道路亚呢？我最近正学路亚呢。真的吗？池子好吗？好，不错。你带我去一会儿。那就现在就去啊！咱先去看看产品呗。哎呀，你俩去就行了，我俩钓鱼去。行。你好，小林。我在。放点歌，让我们嗨一下。哎。你慢点开，我这着急钓鱼。不可以的改变才拥有如的相思，我们就是幸福的机会。来来程导，谁的你那个电影快上了吧？下个月吧，那我得包两场支持一下，到时候首映的时候请你们来看。那也行，嘣嘣，饿了啊，睡会儿。姚薇，啊，你忙什么呢？手机不听，怎么，安总公司比我还会压榨人呢？什么呀，鲍蕾妈妈培训班，都第一次当妈妈，得学习学习。你还说我呢，玩几局了都？我这赛季要结束了，可不能松懈。看看，哟，新来的很高兴啊！谢谢。怎么样，快生了吧？嗯，还有两个多月吧。有人会怎么呢？准备准备再要一胎呀？准备着呢，我跟你说要三个。真好。谁买辣椒面这么辣？怎么都哭了？喝点青梅酒，心里面就解了。谢谢妈。慢点，好点了吧？嗯。哎，我来帮你。不用。哎，我可以走。外面太呛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别。我干嘛？刷这个。嗯。你尝一个。熟了吗？你尝一个。我真是的，好辣呀、啊！程导，来照张相来。你先给我试个光啊，咱这外边下雨不出去了啊。来，三二一。曾经的我一直坚信，只有赢了的那个人才能掌握幸福的主动权。可是谁又能做到每一次都赢呢？
我们都是芸芸众人，不一定完美，不一定胜利，但我们都在努力地过好自己的人生。这些小小的幸福才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一部分。我们或许就是生活的海浪里那一朵最微小的浪花，努力地翻涌起日子的波浪。每个浪花选择去描绘的生活，每一个选择虽然有不同的遗憾，却也一定有它别样的精彩。生活还在继续，我们大家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。